只有两个脚趾的非洲鸵鸟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鸟。你现在所看到的是咱家养着的成年产蛋种鸟，它体型大，长势快，一年成年可以长到200多斤，一枚鸵鸟蛋都有3斤多重。鸵鸟属于草食性动物，主要以农村废弃的农作物秸秆、青草青菜为主食，喜欢打算养着鸵鸟的朋友